大家，今天的天气非常好，所以呢就打算带黑娜来她人生中的第一次 picnic。 看黑娜 Hello Hello， 开心吗？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在 Cyberjaya Lakeside 这一边，今天找了 Jin 来帮我们拍照，还有我们的小助理。嗨，我们来买了一个小蛋糕，想说要带来吃，然后拍照。结果我忙着带 baby 的东西，然后就漏了我的小蛋糕。Baby you happy？ 还有点傻傻。哦，开心吗？开心啊。Nobody can see us, still they wanna tear us apart. There's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the way we are. Nine, that's a small. We are two more.这个 apple banana peach puree. We're pouring cup after cup after cup. Yeah, it's just the way we do it. Anything just to block out the real life, real life. Yeah, we're loving the way they think we're so messed up.What we're doing is bad. There's so many emotions. Sharing stories that we never had. Yet none is real. I think we're certain. 哎，有人哭了。好了好了好了。心情不好了。爸爸，谁呀谁呀？嗨。嗨。天哪 ，Hello。Hello， say hello。天哪，就。天哪，跟那边 Hello。Hello。Still they wanna tear us apart. There's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the way we are. Hina, 差不多了，我们要回家了。加油喽！讲拜拜 ，Hina， 拜拜。哎呀，拜拜。Hello， 大家，我回到家了。那今天呢，在家呢，想要给自己一个小任务，就是呢，我想要帮自己染头发，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发色呢，有一点浅，然后它浅到来呢，就是感觉发质不是很好，就是这个颜色呢，亮到来，我觉得。感觉有一点毛躁，所以呢我就想要染一个比较暗色一点的头发，加上呢我要顾宝宝，所以呢我真的是没有太长的时间可以坐在 salon 里面弄头发染头发做 treatment 等等，所以呢今天呢就是想要自己在家动手染头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呢。那前几天呢我就去买了这一个染发剂，就是这个 Cielo 的日本品牌，我是第一次用这一个牌子啦，不知道效果会不会很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吧。 Before 染之前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染发前的一个 Before。 其实我的头顶呢也是长了就是很多黑色出来，因为我头发比较浅嘛，然后长的都是黑色。掀开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刷子，还有一些手套。这个呢就是那个染发剂，那首先呢就是要把这个一号剂倒进去二号剂。好吧，我们开始吧。首先呢我先套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防止就是弄到我的衣服了，虽然我已经把它穿成黑色了，可是以防万一还是用这一个比较好。手套戴上呢，然后就把这个一号倒进去二号，然后摇均匀。
盖上盖子，把它摇均匀。好的，摇均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换上这一个小刷子，这样子呢就可以开始染发啦。它这个操作其实很简单，就是很像梳头这样子，你就把这个染发剂呢均匀的涂在你的干发上面，然后就是一边梳一边挤，这样就很简单，就是很像你平时梳头发这样子，从上面然后梳梳梳梳到发尾去。经过我的一番努力呢，我已经成功把那个染发剂呢均匀的放在我的每一寸头发上面了。然后现在呢，就要等待一个20到30分钟，就给它上色，然后就可以去洗头。耶，终于完成了我的这个染发。那刚刚呢，就是用了他们里面有给的那个 shampoo 还有 treatment。去洗我的头发的。认真的讲，它里面附送的这一个 shampoo 还有 treatment 真的是还蛮不错用的，洗到还挺干净，然后很顺滑。这个就是我洗好出来的发色啦，我自己觉得是差别很大的，而且现在我整个人呢，整个气色都比较好，就比较精神，然后好像看起来比较年轻的感觉。这个染出来成果呢，我算是很满意的，是我要的那个发色，就是比较暗色的，而且它整个上色的部分呢都是非常的均匀的。我最近头发里面呢有长了几根的白发呢，它都很轻松的遮掉了，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次呢也是可以帮我妈妈染掉她的那个白发，它又可以盖掉白发啦，而且那个颜色呢又比较潮流一点，就不会死气沉沉的那一种。我上网看呢，它是有经过一些特殊的新配方，无论是白发或者是黑发呢都可以染出漂亮的发色。而且我该染的时候呢，相信大家也是有看到它是那种比较 milky 的质地的，就很容易将水分呢扩散到整个头。而且呢它是采用全新梳状喷嘴设计，使用的时候呢就非常简单方便。而且在染发剂里面呢含有雪巴的和荷巴油和橄榄油，就算是染完头发之后呢，头发也是会很柔顺，完全不会干燥。而且呢还有结合了 color lasting 的成分，防止色素排出，确保你的发色呢可以很持久而且又亮丽。如果你也想要在家自己动手染头发，或者是帮你的父母染掉他们的白发呢，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这一个牌子哦。那这个牌子呢可以在指定的 Aeon Wellness 或者是 Watsons 都可以买得到。现在呢就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before after 的效果哦。哇，今天好晒呀。今天呢我们来做 facial。哇，热晒太晒。我们来做皮肤管理。其实我最近的皮肤不是很好，我也是，皮肤不好。You look at me like I'm different. Still you stay cause you feel something real. Get so lost in my moments. Doesn't mean I don't need. 好啦，现在差不多做完我的facial了。